就講下今日有咩潛力股可以介紹下，或者講俾大家留意一下咧。咁呢只都係啦，海螺水泥啊。其實同頭先有位朋友問啦嚇，中國建材咧就差唔多，都係咧就建材股啦嚇，佢係專賣水泥嘅。咁咧佢嘅走勢仲靚少少添，因為見到啦，突破咗下降軌噶啦。其一，前浪底支持，亦都係咧，即係上升裂口支持啦，就係38.5度啦嚇，逼近。未掂到就已經彈翻轉頭啦！琴日已經咧就有啲彈啦嚇，由琴日已經應該都係咧就破嘅穿頭啦！琴日嚇率先啊，俾個上證指數率先穿咗，今日再一棍拗上去，拗得嚟咧，仲要成交係增加添，就破埋下降軌啊！多條平均線啦，而家就出咧就好啲精彩啲，一次過咧升穿咗幾條平均線，所以走勢咧係明顯轉強咗噶啦嚇，咁就可以留意啦。咁佢同中國建材一樣，技術走勢向好咗啦，又有咧就國策嘅支持，所以咧就可以咧就提高一線啦。咁可以等佢回一回啦嚇，因為今日咧都升得比較多啲啊，6-7% 滯，回一回啦，考驗翻之前啲支持位咧，就搏佢咧。之前咧包括呢個啦，39.8度啦嚇，即係40蚊啊，39.8度啦，就吸納就搏佢咧。回完之後再抽一棍上去，就到時再試呢個位啦，到去到44蚊到啦嚇，呢啲咪水平，那個潛力咧就所在喺度啦。咁當然啦，如果穿咗呢個37.5咧，就考慮控制風險啦。